每个人的脚有不同的大细，就算同一个人都有机会左右脚的大细都会有不同。那我们揀鞋的时候呢，就去跟返长一点的脚啦，同埋长一点的脚趾啦，比起个脚趾前面大概多半寸的虚位啦，鞋的厚度都要比起自己的脚的厚度要厚一点啦。最好呢就是揀有鞋带或者魔术贴的，着鞋的时候呢，最好个脚呢是脚踭褪到在个鞋踭的最后啦，最好是每一次着鞋的时候都重新贴稳，同埋绑好个鞋带咯，都揀返啲軟熟少少嘅鞋頂啦。買鞋嘅時候呢，就係下午嘅時間或者黃昏去買，下晝呢可能行咗一段時間路呢，隻腳會漲少少啦，咁就去買鞋嘅時候呢就容易啲買啱著。仲有一個小貼士呢，就係帶返或者著返啲平時會著嘅襪鞋啦。